自己来还是我来？会不会摔死呀？万一脸朝地的话，那不是很丑吗？哎！哇，陆姐，你这操作也太秀了吧！ 恭喜良辰获得金蝉奖第一个大满贯！恭喜良辰！什么？又是良辰啊！一个晚上两个奖，这得破纪录了吧？我是第一次见到有人金蝉奖能大满贯的，真搞！ 姐姐，你没事吧？谢谢。你怎么了？考试成绩不好。没考及格。 没拿第一，高中生嘛，班上那么多同学，没有拿第一，拿第二已经很厉害了。我是说没拿全市第一。弟弟，真厉害。没关系，以后还有机会呀。不像我。 连上台的机会都没有。你怎么了？我没事，谢谢你的三明治。不客气。 站在舞台上，轻轻的歌唱，歌声点亮了一片海洋。望着陌生的、熟悉的脸庞，满眼都是漂浮的荧光。姐姐。 你唱的很好听，大家都在喊你送福利，问你今天晚上怎么庆祝呢？今晚直播彩蛋，恭贺良辰夺得双项大奖。一首《顺风》送给所有的朋友们，祝大家以后都可以一路顺风。 还有，时间不早了，大家注意休息，不要耽误了明天的学习和工作。就顺着风，着风，着风。
行，来来来来来，张二找你有事儿。干嘛？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儿，就是带我一朋友玩，没好心情，就一个月。哥们儿，我明天要去修行了。谁呀？就一朋友，女孩子，特别温柔，特别乖巧，特别何子京。陆晴，你开天眼了。新手都有一个落地成盒的阶段嘛。不过啊，我这个朋友悟性特别高，真的。保重，限量版钢铁侠手办。行吧。好嘞，回头让他加你微信啊。不许反悔哦。还没好？马上就好了，我在注册账号。喂，你好。连 YY 账号都没有，我怕不是遇到了一个千年何子京。哎呀，诺姐啊，没想到你也有今天啊，看来他的节目要保持不住了。怎么说话呢？不过说的也蛮有道理的。我不要面子的吗？任务二完成，数据已收入，接下来请逃离追捕。我们跳下去！啊，空中飞人！自己来还是我来？会不会摔死呀？万一脸朝地的话，那不是很丑吗？哎！跳下来之前看过了。哎，箱子也在。走。我们什么时候能摆脱这些机器人？快了，马上冲出去。翻出你包里的烟雾弹，扔出去，扰乱他们的视线。是这个吗？别扔。金哥哥，你好棒棒哦！你被自己的队友给炸死了。我们还是很心疼你的。对不起啊。没事儿。一次任务而已。你不会不带我了吧？